我是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觉得，我只不过是在掩饰自己吧。漂亮。我一直觉得你说的是真的。有哪个女孩子不希望找到一个真正自己喜欢的而又喜欢自己的人？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说反话呢？爸，女孩子还不都是这样吗？姐姐心里明明想。